丛林地形的话，好啦，我去拿啦，好啦，看看等下有没有黄金呐。哦，有羊，呀，有羊，先做这个。废话吗？还是什么？画框。碎。哎呦，赞哦。那我用仙人掌绿好了。好，你要弄哦。好，有在弄的吗？有，正要。好，不然一起弄好了。好。哇，大峡谷哎！可好像没有那个什么枯枝还是什么的。没有冰库可可豆，没有可可豆的，可恶！好了，还我！什么鸡？仙人掌绿。好朋友你在哪？好朋友你快出来！好朋友。另外一个我，我的分身在哪里？有钱的朋友，灰色燃料，他需要扭的东西吗？没有，看到了。好，哦，找黄金，峡谷应该会有。对呢，金苹果。来硬的，有人下矿了。有蘑菇汤吗？还是没有？没有。先枯枝啊，给我铁啊！我要下矿了。朋友卡住我。这个比UHC还紧张哎。真的。UHC 是怕被别人打，然后这是为了找资源。抢资源，这个抢谁先那个的？他们做了什么？啊！啊！矿车被做走，第一条被弄掉了，哇！拼数量了。嗯，好，骆驼矿车，我就拼骆驼矿车，他们没那么快。那铁很多。嗯，那我也下矿啊。你们下矿是直接找洞窟还是自己挖？我通常找洞窟啦。哎，下面竟然有项目。也不至于挖，直接挖到峡谷吧。青金石。哎呦。嗯啊好。快！他们做什么？什么？太快了！枯枝哇！灰色染料。刚是有探明蛙。漏斗漏的是要箱子，嗯，钻石，不要说钻石斧也被做走，太扯了吧？是并购女王加成呢、欸，真的？表示喵哈跟小鱼要一对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找到黄金了！哎呀，哇，碎呀、啊！红石，你在哪里？我跟你可能有点距离。嗯，真的被做走了，斧头没了。他们太快了啦！
被射杀了。我没有铁。我也没有铁。哈基好帅哈。哈基自己打的吧。不是，那个是上一场有人死掉就会出现的东西。哦。黄金这里吗？黄金有骷髅啦。哎呀，有黄金哦。哦，那可以做金剑仙。惨的，我就是没有铁镐。可惜。啪声。对哦，我看到红石，红石是东西系是不是石头啊？要。你有铁的话可以做那个啊，指南针。找黄金，找黄针吗？好好。哇！做什么？金剑。哇！金剑被做走啦。没有黄金要青金石。什么？这是有什么？我要铁，我要碳。没有黄金啊！哇，铁就差一个，还有铁轨可以做出哦，对，可以铁轨。这是林老师，怎么那么多啦？铁我身上有一个，哇，好，哦，中继器被做走。哇，十个，那么差三个哦。哎呦，指南针，啊，有火药，火药，火药，拜托火药给我，不要爆，不要爆，不要，哎呦，爆掉了。这里还有一个，有黄金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要爆掉！哎呦，快死掉了！小心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铁轨，铁轨是六个铁加三个木棒，坐坐坐。OK。哎，怎么没有更新？乖，乖，乖，女巫都出来了！哇，他们做什么去？哇，蛇，太快了！哇，什么鬼？他们做什么去？估计是找到中间那个吧，宝箱。宝箱吧。宝箱，你看金苹果火药一定都是宝箱里面的。哇 ，buff 哎、欸，好扯哦！金苹果哇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命。我找到地牢里面有三个东西，安苹果跟火药，对不对？对，太扯了，太扯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要分开了，你们那两位。太扯了，命，这真的是命啊！太夸张了，太扯了，哇，连环抗佛。哦，笑嘞！天哪，又怎么回不去啊？我回来了，回不去。哎，来，黄队，黄队，海洋祝福，祝福骷髅圣怪砖。哎呦，没看到。现在喵哈跟小雨全胜哦。哎呦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你看我进入岛，我一个东西都没做。那中，一直不知道为什么都遇到圣怪砖，然后攻略都攻略不成功。然后有三个连败哦，三个全败哦，全败记录。注意啊、哦！就是哈基跟杰克是不是？还有狼儿，还有狼儿。好，来来来，全部都黄队。我还以为我会是个幸运的人。哇！所以看来这个美玉无法挡。抽东西不是，是他们太幸运了，不是你们的问题。
真的真的是很幸运啊，因为我们原本还在想该怎么办，要怎么挡你们最刚最有、嗯。然后结果团长就说：“哎、欸，金苹果我有了，哎、欸，那个火药也有了，哎、欸，另外一个是安吗？安我也有了，那就有了，通通都有了，都有了，拿三个，直接就过了。哎呀，好，杰克抽啊，我以为是要二打四哎、欸。”没有，还没。假设假设二打六，假设时间还没来，而且是一打多。挂了，红色。那、嗯、你他们两个很幸运呢、欸。换狼儿，狼儿，抽抽绿色，绿色。好，换我。绿色，你好。哦，换我了。嗯，红色，红色。红 色，你们又一起组了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他既有机会了，他既有机会了，他既有机会了，剩下都绿色喽。嗯，他既有机会，他就要赢了，他就要赢了，笑一下。我跟你讲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里面变这样子？哦，没有没有，看错了，少、啊、少一个红色，有有回来回来了。好好好，先讲一下哦，现在是两个全胜的跟两个全败的在一起哦。可以，你要相信小雨的力量好吗？究竟是谁会赢呢？这是小雨的力量。我是不是从头到尾都一直跟小雨同一队啊？对，然后跟哈基一直同一队，再赢下去你就要二打六喽。哇哦，绿色可以下去喽，下去喽，下一把喽。我不要。上面。嗯，我很好奇这个组他们对面组合到底谁会赢，究竟是、欸、全败会赢还是全胜会赢呢？我们这边有个全败的啊，可是我们这边没有像对面那么精彩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对面是二打二，对、啊，来吧、哦。其实他们两个在互打，嘿，在互打。对，其实对面那一队是在互打，对，运气的互拼，真的，这一次的。这是很好找吗？好像还好。要皮革砖头，展示框要怎么做啊？皮革放中间，然后旁边放绕一圈木板，跟画一样。哦，嗯、原来如此。哦，等一下，有人要炖鸡蛋了吗？我觉得鸡蛋这种东西随缘吧、欸欸。我旁边就有鸡耶。可是我觉得它不会生。我们现在旁边就只有鸡，然后我在一个。盆地里面要出来了，看一下旁边有什么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视野拉远。我们附近没看到什么，有看到雪地，然后杉木。我们旁边有杉木，等一下可以先拿。那我拼杉木树苗。然后我们旁边有小湖，可以去拿那个。哦哟。旁边的小湖可以去拿那个砖头。好，好，你们去拿，你们去拿，我拼那个树苗。下湖。你是冰果女王，我拿到了，谢谢。哇！那我回头了，我打了。好，你们回头吧，我去蹲鸡边别的。哦，还没有了，究竟是什么呢？他们拿了什么？鸡蛋啊！啊，这么幸运吗？因为能拿到，应该就只有鸡蛋啊。墨囊，墨囊啦，墨囊也是有，没有，或者是砾石，碎石啦，碎石。我刚刚看到湖哦，我看到牛了，看到牛了。哎，他们走了吧？哎，更新啊！哎哎，他们是多么吃，怎么紧张不更新啊？我上去讲一下，好。好没有啦，有他们更新了。哦，砾石跟墨囊，好。碎石啊，每次都讲砾石哦。哎，我也常讲错哎。对啊，常常都会讲错。这附近有没有那个啊？哦，有沙子，有沙子、嗯、啊！可是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啊！我觉得这个速度有点慢啦。有皮革了，小尴尬啊！绕一圈，然后展示框，展示框 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应该没有需要牛的东西了吧？应该是没有了啦。哦哦，鹦鹉叫声哦，叽叽叽叽叽，他在兴奋，他很兴奋，他现在在兴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太紧张了吗？没有，楼下有人在开台哦，在开台，他玻璃瓶，哇，居然还听得到哎、欸，我以为听不到，哦、哇，我以为听不到嘞、欸，对吧、啊？我想说他们应该会有人专门弄玻璃瓶的。下去用黄金的可以一次做两个东西，金剑跟金铲。啊，有人下去动你了吗？还没。
那我下去好了。好，你下洞。那繁星就在地表，我等下也下洞了。你是不是有点高啊？嗯，音乐是不是有点高啊？我等下会垂直往下。啊、哦，只是我要先收集一点木头再下去，不然等一下会很麻烦。对啊，刚就缺碳而已，刚挖半天。鸡下蛋快哦，鸡都不下蛋哦。我们要做什么？不知道。哦，砖头。哦，砖，我忘记旁边的那个壶要去用，忘记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个就给他们。可以啦，可以。然后其他砖头没办法连线，他只能抽一个物品而已。我们现在有可以连线的吗？好像也没有哦。